11月6日 OpenAI 首届开发者大会上公布的 GPTs 最近疯狂刷屏。那么它到底是什么？怎么使用它？我体验下来的感受如何？未来的趋势发展和机会在哪里？今天的视频啊，一次性分享给大家。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那就一起看下去吧。首先，什么是 GPTs？ 就是构建自定义的专属 GPT， 它可以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使用不同的指令，并且你可以上传相关的文档，让 GPT 自己去学习扩充它的知识库，就像是你为自己打造的私人营养师、翻译员、律师、心理咨询师等等等等。最重要的是，它的配置门槛相当低，用和 GPT 对话的形式就可以完成所有的配置，根本不需要你会代码。而且根据 OpenAI 官方的消息，它将会在月底推出 GPT Store， 我们每个人啊都可以把自己搭建好的 GPTs 发布到这个应用商店里，赚取一定的应用分成。对于很多想获取被动收入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机会。废话不多说，今天呢，我们首先就从创建一个简单的 GPTs 开始，由浅至深的了解更多的内容。首先，大家要注意，目前这个功能只给 Plus 的用户开放了，免费版的用户暂时无法使用。如果你想要创建自己的 GPTs， 或者是使用别人创建好的 GPTs， 就需要花每个月$20来订阅 Plus 版本。这就是我们 4.0 版本的界面，点击左上角 Explore， 这里暂时是两类 GPT， 一类是我自己创建的 GPTs， 另一类是现阶段由 OpenAI 创建的16款 GPTs， 就类似于我们手机刚买来默认给到的基础小应用。我们点击 Create a GPT 去创建，这就是我们的配置界面了。这边有两个 tab，一个是 create， 也就是用纯对话的模式去生成，另一个是 configure， 就是手动配置所有的选项，包括图标、名字、描述、指示等等。众所周知，我比较懒，我当然就用默认的 create 模式了。今天我的目标是创建一个小红书爆款标题创作助理的 GPTs， 以后取小红书标题的时候，我直接打开用就可以了，不需要重复去输入指令。整个过程一共是六步，大家可以和我一起操作。第一步，提出你的想法，例如直接告诉他做一个精通小红书爆款标题创作的标题助理。如果你后续想要全中文沟通的话，也可以加一句，后续请用中文和我沟通。第二步，起名字加选头像，GPT 会自动为你生成头像和名字，如果不满意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让它更改。第三步，提供信息加基础训练，你可以在对话框里直接输入一些训练的信息，也可以点击这个按钮上传文件作为数据库。根据经验，现阶段 Markdown 格式暂时是无法被识别的，PDF 的识别呢不太稳定， TXT 格式是相对稳定的。我这里就上传一个小红书爆款标题公式的 TXT 文件。第四步，我们可以在配置中进一步查看，刚才我们的选项实际上这里都已经有了，你也可以修改。如果你一开始不是选择 Create 模式的话，这些都可以手动配置，这样更稳定，定制化程度也更高。配置项包括头像、名字、描述，其中 introduction 是你对 GPT 的要求，也就是指示它做什么事情。对话开场白就是我们在打开这款 GPTs 时，可能一下子不知道问什么， GPT 就会给你一些提示。 knowledge 就是我们上传的参考资料，然后是这里的能力，是否联网，是否可以用自动生成图片，是否需要代码解释器？如果你的程序不涉及什么代码的话呢，可以不用勾选。再到下面 action， 这又是一个重量级的功能了。什么是 action 呢？就是这个 GPT 它可以执行一些外部的动作，
画画、写代码是 GPT 自己就可以执行的动作。那我们还想让它执行更多的动作怎么办呢？就是在 Action 里面做了。那其实对于大部分的朋友来说，你可能不会用它，但是如果你想让你的 GPT 具有更强大的功能的话，那 Action 是应该要了解的。这就相当于打通了 GPT 和很多其他应用的一个桥梁，可以进行互相的协作，它也可以跟 Zapier 进行集成配合。这个呢，在开发者大会上面也做了演示，具体 Action 的应用可以非常复杂，这个我后续再考虑和大家单独聊一聊。第五步，测试调试。我们可以在左侧对话框调试模型，右侧实时更新。第六步，保存。当结束对话后，我们在右上角点击 Save 就可以发布。发布有三个选项，仅自己可见，产生链接，定向发送给部分人群，最后是公开。但是由于目前商店暂未上架，这个 public 功能目前还有所保留。现在回到 ChatGPT Plus 页面，这就是我们刚刚搭建好的标题助手。那接下来呢，我想聊聊我试用这个 GPTs 的使用感受。首先，这个工具非常方便的点在于，如果有一些场景是我高频使用的，我就不需要每次都单独打开对话框去训练一次了。它类似于一个快捷方式。其次呢，它也会根据我的情况和我提供的数据进行定制化的回答。那对我这类零代码基础的小白来说，就非常的友好了。比如我之前就一直有想法想要做一个自己的 app， 那这类应用的出现啊，我相信很快就可以帮我实现这个梦想了。但是呢，我也想聊一聊这个工具的一些限制。首先，现在 ChatGPTs 刚刚发布，大家可能都在一个情绪非常高涨的时期。我预测在未来的一两周内呢，会有很多很多的 GPTs 疯狂涌现，甚至可能在 GPTs Store 上线的那天，可能就会有数以百万级的 GPTs 上线。但是过了这样一个阶段，大家用的越来越多了以后，就会可能有人说这个东西不行啊，因为它有时候能用，有时候又会出问题，就会出现很多的吐槽。此外，大家发现这个东西你能做，我也能做，你做出来以后两三分钟就可以抄一遍，所有技术都成熟以后呢，就变成互相卷，壁垒会变得越来越低。那实际上现在你就能看出来一点点这样的趋势。由于人人都能制作这样的工具，可能同赛道就会有几百个这样的产品出现，但是真正有用的是非常少的。很多时候这个应用只能满足你个人的工作信息流，你想要找一个统一的能够解决通用问题的应用，我个人认为现阶段还是非常难的。那作为开发者来说，如果你想要创建自己的 GPTs， 做出你的竞争力，到底该在哪些方面做差一点呢？我认为啊，主要是以下四个。第一， idea， 我认为 GPTs 的发布就是让人人都能成为产品经理，真正实现的过程啊，就交给机器去做。你的 idea 想法是更重要的东西，要找到你的精准用户群体，要针对这样比较特别的人群，把产品体验啊做到极致。第二， prompt， 好的 prompt 就更有可能获得好的结果。因此我认为 prompt 在目前的 AI 应用当中依然是举足轻重的，因此能够写好的 prompt 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第三， action， 有了 action 以后呢，它才能干更多的事情，就像搭积木一样变化出各种不同的形状。 action 是拉开你和普通 GPT 之间差距的一种方式。第四， knowledge， 也就是你喂给它的数据，数据为王，你最终自己训练出来的 GPT， 它到底靠不靠谱，能不能真正用起来，很可能就会依赖于你究竟给它多有用的资料和数据了。最后，如果你还没有看 OpenAI 的那场开发者大会，我强烈建议你去看一看，链接呢我也附在说明栏中了，只有40多分钟，非常短，但是啊非常震撼。看完全程呢，我似乎又把我带回到当年乔布斯发布第一款 iPhone 的那场发布会。
AI 技术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快速发展，也不断刷新着我们对未来的想象。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一次的机会。我是木子，带你一起用 AI 改变生活，赚被动收入。